继续来关心警政方面的消息。家己手一名单身男子日前驾驶自小客车弄歹民众的大门，家己市兴安派出所民警下步到场，单身男子竟然开车冲撞民警，民警向单身男子的车辆连开六枪，最后汽车逃到附近的工地二楼被警方逮捕。好在民警只受了轻伤，警方在单身男子的车顶取出七个刀械，总案依照毒品通缉妨害公务毁损案移送侦办。根据了解，单身男子去年九月份才结婚，因为未独立通缉，日前上午八点，民众报案表示，单身嫌犯破坏民众家门，警方到场之后就在喷砸，但因为伊是通缉身份，看到民警就在喷砸，就马上冲撞民警逃逸。单身男子驾驶黑色轿车，持续在嘉义市乌来中卫区逃逸，嘉义警方随即通报拦查未报，最后在环湖一路甲环湖二路的工地内发现嫌犯车辆，经过搜查，在工地二楼发现单身男子。同仁被撞之后，随即有对空鸣枪，并且通报拦截围捕。该名通缉犯逃逸之后，在新北一街跟顺兴三街口，一样被我们的拦截的同仁拦截到，那一样拒捕冲撞我们的同仁，我们同仁有朝车轮开了三枪，那最后那该名通缉犯发现我们支援的拦截围捕警力有陆续到场，就弃车逃逸，躲在附近的工地，那仍然被我们围捕的同仁逮捕到。该市第二分局表示，被弄的警方下手切伤，警方总共开了六枪，找出六七支刀，而单身男子并无受伤。专案依照毒品通缉、妨碍公务、毁损案依上发办。新闻调民间市采访报道。在家吃喝玩乐，探索世界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，深入嘉义。最在地的美食，最及时的新闻，最感动人心的故事，只要滑动手指，全部完整呈现。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，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。